这种答题的速度就跟我们身高一样，我愿意让他先投五球，我再出发，没问题。我觉得我们高度是优势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打场人阵。看到队长第一眼，就是有女生的话我就给过。你们刚才先早点结束，早点回去休息。就拭目以待。刚刚怪影说我不会投三分，就来看等一下谁比较准了。两队依据题目的提示及篮球指令安排棒次，派出的队员先到抢答桌拿球听题目，题目听完才可以出发。先进球者才能回抢答去回答。帕拉加只会打篮球，准备三种两队共用的求救法。雄鹰出任务 ，Go！ 先给我选，那我选三分球。确定。亚洲精英八村垒。不是刚刚吗？负责精神喊话。这我是精神总指标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闹，你们三个人给你三分球，三分球，真的三分球。白痴，我这边给你准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同队，我们又不是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我们不能吵架，我们不能吵架。排队，走走走。举起来，好。第41届琼斯杯今年先在彰化开打后，隔一天休兵日再从新庄体育馆点燃战火，请说出三位中华白球员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这里猜冠仪出动神队哦。谢宗龙、周桂宇、吴家俊。坐。坐。坐。嗯、欸？是不是会害怕了？对不对？会害怕了，对不对？请翻开桌上两张照片，并回答分别是哪两位雄鹰球员。这个我知道他这是谁。这个我知道他这是谁。这是谁？不是玉人。这玉人。玉人呗。啊，这正阳呗。就是那个最近的软体嘛，对不对？Kawhi Leonard 在2018-19年赛季替暴龙夺下总冠军并拿到 FMVP 后，就选择转队到洛杉矶快艇，请模仿 Kawhi Leonard。开始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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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可以先走，先走再说。投了投了投了！来，林哥。哦，进！哎。啊！哎，轮流吧，轮流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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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哎，我们要输了，没人管了。直落三了啊！没人管了。直落三了啊！哇！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对，模仿，模仿，模仿。等一下，他们赢的那一场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雄鹰杯第二天，正大的对手是谁？几点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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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投先投，可以可以扣二。看不到题目，快快快快扣二扣二。快点快点，用那个用那个用那个。扣二扣二。点啊，快点快点。我的美女主播你好，我是这个吴冠宇。十九八七六五四。他忘记了台一大，台一大，哎，玉婷讲台一大，几点？多大？多大？下午2:20。哎，名单有谁？名单有谁？台一大名单，先发五人，先发五人。哎，要过了，要过了，太超过了，太超过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我们是赢的，只是我们先让他们，因为我们不想欺负女生。我以为你觉得他们都偷吃不傲博，那种傲博。晚上我们自己去吃牛排。好，没问题。跑很慢的、欸，后面的，我靠近了。认真一点跑吧。好、啊，他们现在刚刚输的就是在后面接受惩罚，然后我们赢的就是很去哦，很惬意在那边，安静一点，就是很去哦在那边。12 seconds later。好，我们现在集合在这边，然后欢迎政大的队长跟副队长郑雅跟永成帮我们介绍雄鹰杯。这个杯赛能够
与各地兵校的交流，然后这次有邀请像是中国、日本跟韩国、台湾两队八强的那个队伍来参赛这样子。我们邀请的队伍都是来自各国的名校，不管是在球技上还是学业上，大家都是在各国有很好的表现。然后我们希望以篮球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做一些交流。然后对，希望每年都可以举办，然后逐年的壮大这样。Yeah! Yeah! 真的。好，走了，走了，那我们小编出任务成功。我们太平均了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这一套墙在想要怎么让的？对对对 ，Mr. Everything。Yeah!